我怎么会那么肯定？他们会相信你说话？你跟你说过，我不是要抵挡你说过的事情。你身边周遭的人是我比你还要清楚的，还有你不要忘了，我除了是你的守护神之外，我还是带行者。所以我说嘛，这就是我不想跟你说的原因。你身为一个人类，怎么连怎样把一个谎言说好的关键是什么都不知道吗？ 真的，我很少说谎吧。我平常很少说谎。我平常没在说谎。说谎这件事还是我跟你们人类学的。告诉你，要说好一个谎言，最重要的第一个关键是什么？就是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担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。说谎就是不要打草稿。 来，我们来表演一个，表演一个眼睛张着睡觉，开始。他超强的，他超强的，他好几场戏哦，台词都没有错，但都在睡觉。刚刚被我发现，我看他的眼睛就知道。主持人，对，看起来好像是镇定的，但是他的角色瞳孔已经放大了。 好不吉利哦，因为他的角色比较冷淡，所以他的主神不见，但是台词有讲出来是可以。那我不行，因为太亢奋了，主神必须在。那他怎么在看漫画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知道他是看漫画？是很刁难。他是我们的，不是，好好。